生会更喜欢汪绿一点，所以才会分那个乌兰的饭给汪绿吃。乌兰都甩锅了。哦，他对好像不太有兴趣的男生就会非常的自然和主动。对，他对在意的人比较放不开。对乌兰还是有点害羞。对，所以不一定。还有一点发展。对，所以还是可以猜他们。米米跟小妮的互动和对话当中就是非常的主动，小妮好感排名度是榜，他把咪咪排最后，结果他的普通留言是给了吕山对米米是有一点介意的，就换了一个装备然后再出来，就是我，那我今天要压过你。我觉得汪绿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那个新来的女生打动。小崔说30%的恋爱心情，你有惊讶吗？有，你是个哎，是。如果他真的喜欢子怡的话，他人家问他这么重要一个问题，他应该他认真回答，会认真回答，对吧？我觉得那个答案有点耐人寻味，这样子推断下来就是催的嫌疑最大。